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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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点八点头发与皮肤疾病头皮屑一点经常洗头发可控制头皮屑愈常洗头发愈容易控制头皮屑二点只用温和无药性的洗发精三点只用抗头皮屑配方的洗发精四点只用焦油配方的洗发精待起泡后5至10分钟再冲洗掉。5点与一般洗发精轮流使用。6点洗头发最好洗2回。7点再洗发精起泡沫后戴上浴帽。可增进药用洗发精的效果。8点最好每隔数月换一次洗发精品牌。9点按摩头皮帮助松弛头皮与头皮屑10点避免以啤酒当作润发液及发胶以免引发头皮屑11点使用润发乳以防止头发因抗头皮屑洗发精而伤害发质12点偶然使用橄榄油可帮助松弛及软化头皮屑。13点晒太阳。因阳光中的紫外线对脱皮现象有消炎的作用。因此头皮屑在夏天较不严重。14点平心静气。避免情绪诱发或恶化头皮屑问题。头发前色。1点勿洗头过度2点使用润发乳3点以美乃滋充当润发乳等待一段时间再以水冲掉4点经常修剪发尾有助控制发尾开叉5点勿以高温设计发型6点避免风吹日晒7点游泳应戴泳帽8点喷些啤酒可当定型液而且可赋予头发清新健康亮丽别担心满身酒味酒味很快就会挥发9点到美发院护发油性头发1点经常洗头发2点洗头时按摩头皮但两次洗发之间则应避免3点洗头要洗2次4点勿用润发乳5点只用收剂6点梳头时勿过分用力以免将油脂油发根带到发梢7点避免额头上方的发丝齐长打薄或打层次可以看起来较蓬松。8点放松心情。9点某些避孕药会影响女性的荷尔蒙平衡。改变油脂分泌。应该选用时刻与医生讨论。10点改以啤酒做发胶。11点用柠檬水润发。可有效去除油脂。12点用苹果醋润发。可滋养头皮及去除洗发精的残留物。皱纹。1点避免晒太阳。否则易使皮肤脱水萎缩。2点收敛不表情。若过度挤眉弄眼。容易形成皱纹。3点避免让脸部直接暴晒在阳光下。4点注意睡姿。避免脸与枕头接触。
才不易引起皱纹。五点减肥要趁年轻，否则年纪大了皮肤松弛，一旦瘦下来会形成较多的皱纹。六点培养运动习惯，可使肌肤紧实。七点饮食均衡，维他命及矿物质是维持肌肤年轻的重要物质，特别是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A 及维他命 C， 如牛肉、鸡肉、蛋、全麦、牛奶及新鲜蔬果等食物。八点勿抽烟，抽烟会导致口腔周围的皮肤提早老化，也因皮下微血管的血液供应较少而加速皱纹的产生。九点少喝酒，以免因酒精使脸部发肿撑开，待收缩时皱纹便因此而生。十点使用润肤乳液，但应先清洗皮肤。十一点勿任意尝试坊间不实的广告商品。十二点勿清洗过度，以免皮肤太过前燥产生皱纹。十三点使用湿气机，可提高湿度，防止皮肤前燥。十四点向专业化师咨询。十五点以不含油脂的化产品修饰皱纹，但不要期待奇迹。十六点放松心情，笑口常开的人可转移别人对皱纹的注意力。粉刺。一点改用适当的化品，油脂过多的化品会造成皮肤的负担。二点细读产品标签，羊毛脂溢饼、鸡肉、豆蔻油、月桂、硫酸钠应避免，和油脂一样都会造成皮肤负担。三点彻底卸妆。四点化品能少用就少用。五点某种避孕药可能加重粉刺的问题。六点千万不要挤压，除非面泡中央出现黄点，即面泡已化脓时可轻轻挤压，使脓排出，有利面泡复原。七点消除黑头粉刺。八点避免日晒。九点把皮肤搓洗前净。十点一次只用一种药物。十一点遏止粉刺的蔓延，应将药物涂在粉刺的四周，而非患部所在。十二点长期使用过多含碘的食物，将诱发粉刺，例如海产食物、海带等。水泡。一点将大水泡或容易破裂水泡刺破，以利其中的液体排出。二点用斜纹棉布做成甜甜圈状，套住水泡，可承受每日活动的震动及摩擦。三点要刺破水泡前记得消毒戳针。四点刺破水泡后勿将皮掀掉，因为这块皮可保护伤口。五点三合一抗生素可除去水泡的细菌感染。六点用简便方式覆盖，如 OK 绷。七点透气对伤口有益。八点纱布一旦湿了就应该替换。九点提高鞋垫可减少摩擦。十点穿袜子可减少水泡产生的状况。十一点每日撒爽身粉。十二点涂凡士林可减少摩擦。十三点穿新鞋配新袜，可承受摩擦力以保护脚。
14点只用一般顺着脚型剪裁的袜子，才能预防水痘晒伤。一点只用止痛药，如阿司匹林可疏解轻度至中度晒伤的红肿痒痛。二点预防晒伤可在皮肤泛红前服用阿司匹林。三点湿敷，以冷水脱脂牛奶醋酸铝燕麦片金铝酶溶液来湿敷皮肤，可防止过痒或皮肤前燥。四点泡冷水澡，以醋碳酸氢钠等浸泡，再以前浸的毛巾轻拍皮肤，擦前患部，以免刺激皮肤。五点只用温和的香皂，并彻底的冲洗前浸。六点在洗澡之后涂上滋润皮肤的乳液。七点只用新鲜芦荟，直接涂在患部，可帮助伤口复原。但应先测试是否有过敏反应。八点用布包住冰块，敷在受伤的皮肤上，可舒缓疼痛，但不能将冰块直接接触皮肤。九点多喝水，十点饮食均衡，血应清淡。十一点若腿被晒伤，且脚呈现浮肿，最好将腿抬到高于心脏的位置，可减低不适。十二点睡眠充足，可在床上撒上爽身粉，以减少与床与皮肤的摩擦。十三点若有水泡，则未严重晒伤，若范围不大，可将其刺破，但勿将表皮剥除。十四点晒伤的皮肤要三至六个月后才能恢复正常，因此不要在短期内再暴晒在阳光下。十五点出门前要擦防晒油，即使阴天亦然。游泳或大量流汗后要记得补擦。16点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阳光威力最强。17点若想晒黑皮肤，最好循序渐进，慢慢延长暴晒的时间，磨伤。1点只用爽身粉，防止摩擦。2点尽量穿着使用天然纤维为原料制作的衣服。三点在已磨伤的地方涂抹凡士林。四点新衣服在穿前先洗过，这样有助于软化衣物。五点不穿质料粗的衣物。六点如已磨伤，则可使用绷带覆盖在已磨伤处，如此可防止伤害加剧，割伤及擦伤。一点以直接施压的方式止血，在伤口处放一块清洁能吸水的布，以手压紧，通常会在一两分钟内止血。二点若血流不止，请将受伤的地方高举超过心脏，以减低伤口的血压，可遏阻流血。三点清洁伤口可以清水轻轻洗净，一天两次。四点用弹性绷带绑住伤口，但勿阻碍血液循环。五点伤口若血流不止，应先压住伤口离心脏最近的加压止血点，待一分钟后若未止血再予以紧压。六点勿使用止血带，以免因血液循环被阻断而失去受伤的手或脚。七点保湿伤口，
以免伤口因暴露在空气中而减缓新细胞生长。 8.24 小时内注射或伤风预防针。烧伤 1.7 或然后用大量的冷水冲伤部。若是被热油热汤或电池酸溅到，应先将沾到的衣物脱下，然后洗去皮肤上的油脂，再将伤部浸入冷布中。但若衣服与伤口粘在一起，则不宜自行揭开粘住的衣物。 2.5 以奶油涂抹伤部，因其会妨碍烫伤部分散热，同时也可能引发感染。 3.盖住伤部，以免感染。 4.受伤后14小时内别理会烧伤部位。24小时后用肥皂及清水轻轻清洗烧伤部位，然后以前净纱布盖住，并保持前爽。5.使用维他命 E 涂在伤处，可疏解不适，并预防疤痕。6.保留水泡完整，可维护伤处不被感染。冻疮 1.躲开寒风。2.5使用前灶的辐射热气。3.保持暖温。4.保持前灶。5.勿喝酒，否则热气会散得更快。6.勿抽烟，抽烟会降低体内的血液环境，使四肢更容易受到伤害。7.勿穿紧身衣，也不要戴任何戒指首饰。8.避免接触金属，嘴唇前裂。1.使用护唇膏。2.擦口红。3.摄取维他命 B 群。4.补充水分。5.不要舔嘴唇。6.避免牙膏、加味剂、糖果、口香糖、漱口水等物过敏。以碳酸氢钠刷牙较好。7.若手边无护唇膏，可以用手指沾点鼻子两侧的油脂，可谓最好的天然疗法。前列的手。1.避免接触水。2.洗手时洗手心就好。3.使用无油脂的乳液洗手，涂在手上，搓成泡沫，然后用面纸擦拭。4.以沐浴油洗手。5.使用护肤剂。6.用毛巾擦手。7.浸泡双手。8.是用便宜的 C 乳霜。9.涂两层保护霜。10.是用柠檬油与甘油，然后按摩双手。11.戴手套。12.上美容院洗头发。13.用燕麦片脱皮，每周一次。将生的燕麦片搅成细粉末，再将手深入摩擦，待死皮脱落，再以冷水清净拍前，涂上两层护手霜。14.如果可能，尽量少接触厨房的事物。油性皮肤。1.使用护肤面膜。2.用热水及洁肤皂洗脸。3.使用收水。4.慎选化品。皮肤前色及冬季皮肤痒。1.将皮肤浸入温水中。2.润滑皮肤，以避免皮肤的水分蒸散掉。3.趁皮肤表面有水分时擦拭乳液。4.最佳的乳液就是凡士林。
五点使用超支至香皂。六点勿太常使用香皂。七点使用湿气机。八点降低体温。皮肤炎及湿疹。一点低放前道的空气。二点用温水泡澡。三点使用润肤产品。四点避免使用止汗剂。五点穿棉质衣服。六点避免使用假指甲。七点冰敷。八点调配适当的饮食。九点避免快速的温度变化。十点使用纯白的卫生纸。十一点使用不含香料的乳霜或软膏。十二点使用尿素产品。十三点洗一次。冲两次。十四点当心发生白内障的可能。尿不疹。一点让屁屁透气。二点使用超强吸力的尿布。三点保持婴儿屁股的前爽。四点用醋冲洗尿布。五点喝小红莓汁。前麻疹。